林峰、徐子珊、车轮嘴、千羽 BB 冇订企度。话说呢一场水中激吻戏系黄百鸣监制嘅电影《3D 鬼婴》度其中一场戏嚟嘅。原来拍摄当时林峰同千羽 BB 只系暧昧紧嘅啫，身为准证人嘅吴千羽冇得假戏真做，条戏又点会信啊？据剧组人员爆料话，明明拍嘴戏当日千羽咧就冇份拍噶，但系都要到场夹到实。咁林峰都好醒嘅，为咗保住呢一波啱啱夹嘅头出嚟嘅爱苗，除咗落水埋位，其他时间都同子珊离行离啦噶。其实又难怪 B B 咁有戒心嘅，有名你叫欧云山啊嘛，并非浪得虚名。想当年被天王黎明睇中拍广告，仲传佢收咗架 Mini Cooper 添啊！跟住前年同吴唱 K 拍《法证先锋》，借 NG 嘴足五次，嘴到当时嘅证人张庆宇都发晒火啊！仲有上年同黄宗泽拍《潜行追击》，又被传一塌即着，咁啱得咁巧，冇几耐同炯炯就玩完啦。你话 B B 点会唔惊啊？不过到而家 B B 都做咗证人差唔多成年噶啦，林峰对佢暂时都可以话系死心塌地。之前连无线嘅台庆亮灯仪式，林峰都要早走，就系为咗去凑 B B 食饭啊！不耐江山爱美人，好浪漫哦！